自己说，我们要有功德，陈氏一家在逛街。你们肚子饿吗？想吃点什么？我要肉丸，弟弟爱吃珍珠鸡，再加个珍珠鸡吧。好啊，我要珍珠鸡啊。有鱼有肉了，再添个健脑汉堡吧。好啊。食物的包装纸随地扔掉，给途人发现。喂，你们找不到飞机箱吗？不要听他说话。他是他们的父亲吗？怎么样叫孩子？今天是德高的生日，家人为他办了一个派对，庆祝生日。派对完毕后，有人在敲门。陈先生你好，你们要开派对吧？对，有什么事？你们家里没有餐具吗？为什么要接受有餐具呢？我们要说餐具怪什么事啊？赶快走啊！有什么事？我还没说完，你们剩下那么多食物，不吃就这样把食物扔掉了。你们知不知道平均每七秒钟就因为饥荒而死呢？你竟敢对我爸爸说这种话！好，谢谢你的提点，我们会认真反思的啦，谢谢。这位邻居正懂，先生。对，无缘无故跟他吵嘴，真浪费时间啊。哎，